高雄南面对开馆到即马，游客人数是逐天拢一直减，立委陈明文是真烦恼，状况愈来愈歹，所以特别召集地方民代、高雄院长等人士，做伙来座谈意见交流，希望高雄南面会当再创高峰。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十年的计划，就是每期分五年，那么如何让这个城市再造、故宫的发展，那相互的一个连结让地方跟故宫南院能够共同发展，所以今天这个座谈会主要也是希望故宫南院不要变成是这个嘉义县的一个化外之地哈。李伟陈明文表示，当初管户捐76公顷的土地来起故宫，希望能带来周边的欢迎。可是今麦很恐，唔是安尼，希望故宫会能做出优化的改善，增设旅馆，丰富收藏。希望增加展览空间，而且带动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目的。那也很高兴，故宫南院有把这一点听进去。那现在行政院也核定。李伟蔡玉嘛讲，对以前期待故宫的外溢效应，可是今麦快是孤岛效应，这不是地方所欢喜看到的。未来的这个故宫南院啊，可以变成嘉义的一个新的力量啊，能够展现你带动一个新的嘉义的发展啊，我想这才能够回到过去我们争取南院的过程。我们希望真正嘉义人会当感谢故宫南院一世人，是因为伊带动地方的发展。唔是讲伊碰不惯经营啊偌好。王章良伫会中嘛提出建议，国宫来嘉义，要予嘉义人感谢一世人，希望嘉义和国宫南面会当共同来发展，带动地方，卖当提升嘉义的文化深度。台中新闻含佩仪采访报道。